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刚刚买到的京东云无线宝雅典娜，这是产品的正面、侧面、背面。好，咱们开箱。这个包装还是挺豪华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里有一行 slogan，还是挺重的。先放一边。然后这个是产品的说明书。一条网线，哇，充电器还挺小巧的嘛。这个外壳有点磨砂的内附材质，四个千兆网口，一个2.5G 的 WAN 口，还有 USB 3.0，还有重置键，还有个电源接口。散热应该可以吧，这么多这么大面积。然后这个是它正面呢，这里就是一块显示屏，二维码下载 APP，还有指示。两个按钮是什么意思？然后这个是高通加持的，我记得芯片是 IPQ6008，还是很强的。这款不仅比我之前买的红米的路由器的性能还好，而且还可以撞金豆。我也经常在京东购物嘛，所以说金豆还是有点用的。